利特里圣经确定担任2018 AAA 颁奖礼 MC。28日，2018 Anthem Artist Awards 方面公开 Super Junior 利特与演员李圣经确定将担任今年第三届 Asia Artist Awards 颁奖礼的 MC。该颁奖典礼首度集合了韩流音乐、演员等几个模块，今年已经是第三届，利特也是继前两届之后再度主持，在盛典上展现了不俗的功力。而此次与利特搭档的则是近日出演了电视剧《想要停止的时间》About Time 以及电影《摔跤手》的演员李圣经。另外，2018 AAA 将于11月28日举行。